乐乐熊快来了！大灰狼不吃熊，啊，那我去等等我啊。哼，这里叫手熊。哼。乐乐熊快来了！乐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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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乐
小心才变成杂志的摩登女郎。我说我想要下她所有的糖，这样我就可以实现更多美丽的梦想。
头晕了。啊，叫兔！啊，叫兔！叫兔！啊，叫兔！叫兔！叫叫兔，哎，醒醒啊，醒醒！你怎么了，叫叫兔？聪聪，你看他是不是中暑了？好像发烧了，头很热呀。叫叫兔不行了，在危急的时候，我们只有让魔术书帮助我们了。到魔术书里去寻找仙泉水吧。魔术书呢？我明明放在这个口袋里了，怎么不见了？糟了，魔术书不见了！哈哈，我的小公主看到了吧？他们没有水喝，还迷了路，他们只有等死。可恶的大坏蛋！他们现在已经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了，你就别做梦，他们来救你和你的王国了。我和你拼了！你们每次都战胜了困难，这一次你们一样会的，我为你们祈祷。大紫毛狼，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，快来看呐。哎呀，魔术书。哎，黄黄，你怎么拿到的呀？我告诉你吧，刚才我们跟着他们，我就隐约看见乐乐熊从怀中掉了什么东西，没想到是魔术书。真是天助我也，有了它，我们想有什么就有什么。你看呢，他们正在找呢。黄黄，你可真是个天才，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这魔术书里是不是有仙泉水呀？我们先进去弄点来喝，解解渴。那其他的事情等我们喝饱了咱再说。我说黄黄，要不然咱们弄点水给乐乐熊他们。我说怎么着你还想改邪归正啊？不是，我是说咱们不是一个旅行团的吗？再说因为他们的魔术书咱们才找到水的吗？好了，快点走吧，小心被关在魔术书里出不去了。那是我明明记得把魔术书放在这个包里的，怎么会不见了？我再找找魔术书。哎呀，出来，快出来呀。再想想可能丢哪儿了。我们一路上没用啊，我真是太笨了，看样子我们大家只能沿路回去找了。我用脚趾头都能想到，再不喝水，不光脚脚吐，我们大家都肯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口渴致死可是最糟糕的死法了。这样吧，我和闯闯返回我们来的路上去寻找魔术书，剩下的就在这里休息，等我们回来再一起走。娇娇兔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等我们回来呀，坚持住。魔术书啊，魔术书，快出来吧！快听，有声音。